要做一个称职的经纪人哦，是要了解你家旗下艺人的长处跟短处。没有本事，那么大的位置摔下来是会屁股开花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侯美丽。侯美丽到底要不要来啊？到底我是艺人还是她是艺人？为什么把我戏推掉？如果你放到大荧幕上的话，只会被取笑，被影评人说得一无是处。就是你是我们评审选出来的第一名。我叫江道贤。好，你明天到我公司报道。侯美丽，这个死胖子还挺受欢迎的。小鸡仔啊，散播我谣言，到处说我坏话，小心我告死你啊。哎呦，我以为你发生意外了。哇，绯闻女主角起床了。哎，吴怪啊，怎么啦？账户里面没有钱。哎，拜托我等一下去处理。对，你不要让他跳票，那是我要给工作人员的钱。哎呦，你弄掉，你全部都弄掉啦！哎，你们是怎样啊？大白天的乱抓人啊？你凭什么绑人啊？因为他欠我300万啊。姐，如果我再还不出来，他们绝对会把我五马分尸的。我欠！我回来了，我有能力可以保护我心爱的。可是20年的岁月可以改变很多，也可以见证我们的爱情啊！因为我相信，那天晚上专注听我唱歌的你，就是我的伯乐。我不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候离开你的。请你不要把我当成是你以前带的艺人。嫁给我吧，我是认真的。如果全世界都闭上了眼睛，还有什么能让人勇敢去相信？要让你有更好的机会，你别说泡汤了，泡澡我都 OK 啊，这本来就是我们经纪人应该做的事情嘛。我不演了，把这个话给我收起来。如果要美丽如此牺牲，如此受委屈的话，这些成功我宁可不要。你给我勇气，寻找相遇的美丽。你不仅仅是我经纪人，你还是什么？是我很在乎的人。你终于可以像你的名字一样，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美丽。有你的陪伴，这次我不放弃。